希啊，英文叫 MD， 其中文嘅全名咧叫做肌肉營養不良症。患者通常是小朋友嚟噶，佢哋嘅肌肉細胞咧會逐漸咁壞死，嚴重嘅朋友咧更加會影響到佢哋嘅活動能力噶。咁當中包括平時食嘢啦、講嘢啦，又或者係呼吸噶。咁呢啲病咧通常都係遺傳嘅。嗱，我身邊呢一位馬學仇先生咧，其實佢由十歲開始咧已經患上呢個病症噶啦。咁我覺得咁多人就患上呢個病症嘅話咧，其實你應該去幫佢哋，去支援佢哋，更加要支持咧就係香港肌腱協會啦。係，嚟俾我啲。嗱，第一支持香港肌腱協會，第二上去網站就可以知道佢哋嘅詳情啦，見到網址嗎？最重要嘅用金錢支持佢哋，就係入錢落呢個户口，總之多多啲成少都無區，要支援佢哋。多謝大家。好，跟住我要挑戰啦。我要挑戰是陸思韻 Sharon。